庄先生的住家凌乱不堪，客厅堆满杂物，厨房满是脏污。慈济志工赶在过年前大动员帮忙清扫环境，费力的刷洗厕所。第一次帮忙打扫的李先生，身体劳累，心灵乏洗。今天认养的区块就是厕所跟他的那个盥洗的地方，用那个比较欢喜的心去扫的话，扫起来是真的也蛮快，很顺利。努力付出的还有志工陈美如，爸爸身体不适，他做志工替爸爸祈福。爸爸身体好啊！我看到爸爸这样子吵来吵去，哦，我眼泪都满起来了。把今天的功德回向给爸爸。志工费了好一番功夫，把庄先生的家里里外外打扫得干净整洁，还帮他修剪头发。庄先生感动地拿出自己存的零钱，翻转手心，付出行善。伊是独居老人啊，所以吼，非常感谢今仔厝下孙仔厝仔来甲我斗相共。因为跌倒受伤，庄先生行动不便，无力清扫住家环境。慈济志工帮忙打扫，让老人家安心过好年。大爱新闻郑善美志工蔡凤宝、张秋菊，南投报道。